好，那这一讲呢，我们来谈一下，就是这个颜色。那颜色的话，就建议用浅色系的哈，浅色系这样写比较清楚啊。那你这边这六个，这里有六个，就是你常见的颜色就会出现在这边里面哈。那你一样哦，就是这边圈起来呢，你也可以把它怎样，你也可以把它这个涂色好。所以好，那如果有时候用久了就乱掉之后呢，其实从这边可以重新采样这个颜色哈，对。好，那就是尽量把一开始最常用的六种写在这边，好，才不会讲解的时候，忘记到底要哪些颜色可以用。